那愈吹愈烧，搁听乌乌叫，风叶仔搁咧窜起来窜起来，即卖真侪，十台有十台弄这个毛病，夏天都未过了，都提前打包送资源回收，这电煞毋是歹去，是莫大心嘛，甲前后天的不行，灯骨是油，世界时阵打打杀杀，莫大地烧，严重时地听叽叽叫，刷落来都塑胶袂叮当，真是歹去。已经资源回收去啊，都无法度啊。如果那是打包起来，咱紧甲提出，只要照这个方式做，这个电风就会生龙活虎，比你买新的更加赞。保养这台真简单，有的摸索一两个钟头，我唔知要安怎落手。这个摸到脚啊，一定爱甲听，这粒爱小甲出来甲抽出来，其他就简单多了。过来就是压落来吧，后壁螺丝拆掉，这塑胶壳家己会落来。但即摆就是要，甲莫大心啊加油！去五金行买一罐真车油，油要点倒，看清楚电风甲举出，在这个莫大心啊后边，第三四滴，用手甲握握的，油就会摄入去尾箱，甲之前同款，搁甲滴一遍，搁甲握一下，做两次就会使。这一定爱用尖车油，尖车油比较较无啊凉，较好摄入去。心脉头前，同款爱甲点油，第三四滴，同款甲熬一下。心脉已经骨溜啊，甲插电看卖，电甲关起来，看这个心脉要停，敢那阁唔停呢？再甲熬一下，阁甲放开，这个莫大心脉敢那唔敢停呢？该停就爱停，若无停，就真正是去拄着鬼。即卖甲装转去，即个正身，轻轻啊下呢，伤大力是会崩牙。心脉即个平面向顶也把蒸汽，最后这粒钱也甲甲收去，逆时针固定，一样都是不能太用力，那无赶快的放下，手甲挂一下，看蒸了好势无，搁甲开电，即马这台是比新的搁较赞，这油是咱亲身落去加的，有真侪新的拢也无甘油，挂掉了新的才会来，有的使用拢超过30年，有的都还变古董，电风要派无啊简单，即马免搁来烦恼。电风搁点啊，吹一下，吹一下。但用大机安尼甲保养，吹出来风脉较大，吹落脉较凉，脉较省电。毋是干那即台电风爱加油，厝内老电风呢，通通使用，千万唔通资源回收。由咱亲身甲加油，才是最大的保障。